等一下，我他刚给了我一个名单，就今天要来的人的名单，因为我不是要主持吗？那拿过来。来，我看一下。木村拓哉啊，真假？日本特邀，扮演日本武士。你看，我刚刚都没仔细看。还有这个预算？啥？天哪！我怎么这么不相信？这是神秘嘉宾吧？哇哇！你这表演太假了啊！我被骗了，我以为我一直在找木村拓哉的几个字。我也找。这咱们要知道，咱们主持今天晚上这整个的点是什么，主题是什么？主题就是我们这家店要今天开业了。对，就是希望大家，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，时常要让大家 Q 一下，大家有这个意识，就是明白。希望大家记住我们的店。